我做梦也没想到，麻辣鸡翅煎竟然这么好吃，一盘都吃不够。鸡翅煎冷水下锅，加葱姜料酒焯水捞出，加入花椒八角香叶、干辣椒、姜蒜末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豆瓣酱、冰糖，抓匀腌制20分钟，倒一罐啤酒，中火煮30分钟，麻辣鲜香，媳妇爱吃。